郭美儀出席港台上說基本法啟動禮，即席炮製過年菜式，問到佢最近係咪多咗揾錢機會呢？即係聽我經理人講，都有啲嘢傾緊嘅，係啊，咁啊，希望可以傾得成，咁就可以揾下啲外快咯。廣告定係登台？廣告啊，廣告啊，係啊，廣告啊，係啊，咩類型都有喎、啊。一定有內衣褲。未有，我做過啦，之前內衣可以再做噶嘛，再先咯。佢好似揾咗第二個喎，之前絲襪係啊，絲襪喂絲襪，我由十年前已經講啦，都冇人揾我。我淨係知道即係三月要幫阿聰哥手啫，係啊，係啊，係啊。佢話叫我幫手，但係唔知做咩，嗱乜都未知，你知好神秘噶啦啲嘢，係咯。咁我未知做乜，但我知要幫佢手咯。嗯，係啊，係啊。唱翻兩水啊嘛。你使唔使練下歌啊？咁樣。喂，我梗係希望啦！我而家係影同埋視爭個歌啊嘛，咁我梗係想歌影視啦。咁然後佢又帶埋我去登台，都唔使咁肉酸啦，係咪啊？即係唱翻兩首歌，咁可以出去走下浮揾下錢啦又。